总统立委参选登记最后一天，喜乐岛联盟召开记者会宣布2020立委大选不缺席，提出10名区域立委名单，也在平原和山原立委选区各提名一席，分别是先前已发出参选消息的乌化巴阿利佑斯以及高婉欣。我们原住民在台湾虽然是少数人口数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原住民的精神，也希望能够拿回我们的主权。艺术音乐这个部分，我希望能够在各部落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音乐教室，然后从小去扎根。我知道我们原住民的声音是很美的，能够帮助到原住民在经济上能够繁荣。部分区立委则是推出6名，其中排名第二的，正是强调自己过去20多年来和族人一起推动原住民族权利的施正峰。他说，未来若进入国会，将捍卫原住民族主权。当然是大方向是原住民的捍卫原住民的主权，那这背后就是土地的这个部分要如何处理，然后另外是自觉权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想办法要推动我们的自治。那当然这是传统林的划设，好，这些部分我们也知道在凯道的已经差不多1000天了。喜乐岛联盟这一次推出的立委名单，平均年龄约在53岁，涵盖了媒体人、律师、法医、教师和牧师等，也将部分区立委目标定下至少当选3席，在国会成立党团。原视新闻喜顾许嘉荣台北市采访报道。